就羊肉乳啊。好，没有因为其他的原因。Hello， 皇帝 ，Hello， 密云昆明西恩阿哲小弟，呜，这这这的，全羊 QK 芋头，红，哎。Why am I alive? Because I dragged you out of the swamp. 他救他。Hello, Yamaru. Hello, QK. Hello, Tenten. Yama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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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sure it's already reached. Oh my god. Yeah, sure, son.恭喜！你太黑啦 ！Hello， 大春带领果，谢谢 Hiko 的 Popkit。Hello， 不见愁，玉超阿龟 ，Hong Kong Girl。宿舍精灵什么意思？好 ，OK。妈。Let me walk you through it. 等一下，什么意思 ？The Baron was a sweet old guy. The Baroness, on the other hand, she's a true narcissist. So when she found out she was pregnant, I'm pregnant. She wasn't exactly thrilled. The Baron was delighted.So much so that he surprised her by giving her a family heirloom. She took the necklace, but she had other plans for you. Stop. You are her daughter. Oh my god, 等一下。对不起，我在看。我在看，我要改一下。我在。我要改场。看。It was a diabolical request. I knew I needed to protect you. But now, then I saw Catherine.Hello， 大家晚安。他现在是。就开这里，就是他吗？马路。九一吗？他会不会突然骂脏话？会啊，肯定会啊！骂就骂，你决心也不长。等一下，等一下，脏话还说。突然开始。每次蓝梦都超爽的啦！哎，这是因为我上次没有去到，所以这次可以。帮我看一下有谁啊？什么小黑？好爽哦 ！Hello， 小谢羊毛路虎的爱心气球，为什么你又有了？因为我上次没有吃到。Hello， 苏云 ，Hello， 韩宁，史松志，红星星。对啊，我没有吃到呢。谢谢 ，Hello， 是 CD103 ，Hello， 诗晴。我打了 ，Hello， 那个谁，梅福阿当，又喜又喜月笑。感恩节，对啊，感恩节肯定是要吃大餐。Hello 蕾蕾 ，Hello 黑彩，有人买 Disney 家了吗？姐姐不知道为什么有了免费的 Disney 家。他啦，他可以七个人一起看嘞，七个人。真的、啊。然后年费下来变超便宜了。对。所以你为什么有？好的。他姐。哦。像是肉桂。是肉桂吗？被骗了吧？还是肉桂卷？骗子，但它超好吃的。为什么要看大姐演的电影？大姐不是刻意啊，大姐是乌苏拉。大姐没有那么漂亮，开什么玩笑？等一下，我要跟她说。Hello， 谢谢严怀山。我知道我会上。Hello， 洛克。Hello， 大家。Hello， 潮。我是不是该打第二季？我跟你们说，我特地避开了23号。Yes。
大家晚安。结果这次是做苦力，没有烤肉，没有自己有吃的。小迪、玲玲、卢卡，哦，四个人。对，都不熟，完了，糟了，救命！你买了给妹，七个人同时是好，同时只能哦，七个人可以用，但是同时看只能四个人。嗯，好酷哦，还有这种规定哦。你的那个 Netflix 也是啊。是哦。对。只能四个人看啊，第五个是你可以用的耶。嗯，是哦。我现在才知道。对。这是目前是畅行的一组啊，没有什么状况。这次蓝魔是吃吗？吃的。谢谢老沙的爱心气球，大家晚安。选中午这是什么吃？是啊，是哦，诗雅，对，诗雅，对吼，还有诗雅，对，还有诗雅，肯定会有诗雅的、啊。在想什么？谢谢的梦幻星座，怎么可以忘记队长呢？谢玉超的幸运事业之好。Anyway， 晚安大家。Mustache， much to avenge, revenge and destroy。怎么突然吗？问题发言。怎么了？没事啦。没事啦。月人松了一口气，我没有松一口气，就是，哈哈，可恶，这次没有嗡嗡嗡，上次结束了。The boys are locked up。好，我会讲。结果紧张的不是上节目，是上是没有朋友的部分。安安，大家晚安。Thank you for your time. Incompetent as always. 太坏了，他这样难怪会有人背叛他，不讨喜。好吧，旁边有人呢。You were in the way. 千错万错都别人错。天哪！你刚打完第二季。刚刚吗？你还好吗？正要开始出事情的時候。对对，正要开始出事情。等一下，看到一半就看到你再昏倒这样。等一下，先不要，没有这么严重。晚安。六点哦，真的很刚刚哎。哦，那还没。对，一月一号。哪里？太早死，我好几百就丢了。跨年不能玩太晚。对，哦，因为要跨年嘞。算了，不想跨年了。跨年我们要玩桌游。太正。好诶，马鲁一起玩啊。我们要玩鬼宅。那应该有底。有点大声，等一下。快打第三季了，这么还第三季？有第三季？有那个，那个叫什么？我不知道。是啊。嗯。酷。加强剂。AZ 第二季没事吧？看你第一季怎么样。好像如果第一季没事的话，就会在第二季出事。好像。是 booster shot。清躺。赶快躺！不是啊，你累什么？好像上班累。十八号去中部的话，可以住南投吗？嗯，可能就是你可以住南投啊，但是你要先找好旅馆这样。但是可以啊。安当海外，新加坡，国外很多都在打第三季。对，好酷哦！而且最后要打第三季才可以出国。哦，不是两季哦，已经改了是不是？
你要去找小孩。像啦，我不确定有没有讲。我不确定。不可以找小黑。小黑现在已经定居在我们家楼上，你去基本上就是一个出境的行为。而且你看你超久，超级久，超级。而且同时还要进行另外一个手术，什么意思？避免活动。We're alive? Yeah, we'll walk, thanks. We're alive. 天哪！那为什么是大家一起？不可以找阿公。嗯、那为什么是谁？没有，就是两个都有这首歌。但是我们这一个没有跳。那我们要什么？可以休息的是吗？没有啊，我们还有别的手啊，还有别的手。总不会是同时进行吧？就是他可能想要顺产，顺产。Hello， 晚安。你要唱晚安 ，This。我现在在看酷伊拉，好酷哦。他们不是都会照顾，他们家顺产。哈，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讲错话了吧？马上掉东西。T 恤来哦，你呀，你呀，对吗？你掉，因为我们家人全部。后来全部都是倒数。什么？因为我拖到时间才可以直接开始啊。因为倒彩不就是往回吗？表演者就会在啊。哦。你就不用去催，因为接近他们表演时间，就会自己出现。酷哦。很方便吧？很酷哦。奶油盒子可以，完全 OK。Hello， 我可以拍你吗？我想拍你穿我的衣服，还是不要？给你，这边我，那我拍你。この人も私の T シャツ着ています。你的手手下来，赞，很不爽，很不爽，超不爽。谢谢勇哥的告白气球。Hello， 欢迎正式。认得出来哟，什么黑？很漫威吗？对，蜘蛛人，超人，快真实。对。Oh sorry， 你上气。什么？上气啊！上。干嘛带着漫威的、啊？哦，是吗？对啊，对啊。所以上气是什么？上气是上气，是个英雄謝謝，哦，是一个英雄。他们都是这样命名的吧？啊是啊、哦，上气是一个英雄，他是干嘛的、嗯？他是中国人，好酷，所以他是吗？还是香港？我不知道，忘记了，反正。打他素颜，他谢谢玉超的行李箱，谢谢海柳的星际烟草。对，他爸是梁朝伟。我是李冠宇，对，我李冠宇在这，在我的正前方。不是上气，上气，谢西西的圆梦选票，手上有铁环，为什么手上有铁环？他的武器是铁环，石环，酷哦！哇，他怎么变这样？好棒啊，好喜欢他哎、欸，我好喜欢他啊、哦！讲话。对。谢谢 Sky 的星际野草，虽然我没有看到他们在讲什么，但是我很喜欢他。谢谢西西的守护徽章。如果我爸是梁朝伟，我的朋友也会把我当英雄。英雄吗？只是把你当一个很酷的人吧。爸是明星了不起，嗯，会有怎样吗？有怎样吗？哎、欸，好像会哦。他有孩子吗？关心一下，要不要关心一下孩子？他还好。你爸不是小伟吗？这种东西你应该拿得到吧？他应该去那种环境比较好的学校吧？环境比较好，比较会这样吧？啊，
他爸每个爸爸都是那种很猛的人啊，就没差的那种感觉。谢 Sky 的爱心气球。我爸昨天买了一台车给我，很多零用钱。你爸不是梁朝伟吗？你应该也有吧？你应该也有。怎么可能？他赚很多吧？好贱啊！这是什么？好学校刻板印象。谁乱讲话？对不起，对不起大家，先道歉。很多零用钱。比较希望我爸是李嘉诚，为什么？没关系，有钱就好了。有梦最美。马路，马路，马路，猫咪。我爸不用还，有钱就好了。什么？就回去，请他努力一点。你倒是给我自己努力，是不是欠揍？你是不是？我看他会看我直播哦，你要确定哦。他不会开声音啊。有时候会哦。努力点，好吗？你是不是这个月不想拿到直播钱？是不是不想拿生活费？我们还是要靠人家的、哦。我开玩笑的啦，我说我啦，努力点好不好？妈妈，妈妈有听到吗？就是这边姐姐的那个哈。前香港说哇 ，QK 好贪心哎、欸。港片台词，等一下。我爸是梁朝伟，那我只想当个好人。Costco。A devil。明天要交啊，你早上要画吗？对啊，嗯，他是画画。给你看他的细胞，都超漂亮的。是啊，我都删掉了，里面生的不好看的细胞。为什么要删掉？因为你在空间一拍就几百张。我只有看过那个草履虫。等一下。对，那种超可爱。对，只会看过草履虫吧，普通。对，这个是脊髓，整片的脊髓。而且那时候还是，这个、是那时候还是就是老师叫我们，拔马鲁毛，拔一根叶子，然后放到那个玻片上，然后再滴一滴水、嗯，然后我直接用那个叶子里面的水，所以我那个超多超严重，不听话，但是意外获得了很多的超严重。不是会去捞那种脏脏的水吗？没有，我老师自己养的。哦，好酷哦！为什么我爸不是李嘉诚？为什么我这么帅却会……等一下，什么意思？没有关联呢。这个蛮漂亮的、啊。点呢？哦噗哦哦！我的天哪！哦，好衰哦！在干嘛？我也可以。哎、欸，看起来很好玩。走在路上乱颠，边颠就不好玩。对。Hello， 谢建国的枫叶。哦，这个也是，是不是？白眼，你怎么会记住你什么？楚啊。嗯，这个还很久吗？应该蛮久的吧。看电影的是，上班看电影，嘿嘿。你没有看库伊拉吗？这边是声音剧透哦。不会啊，大家应该都。应该都看过了吧？这么久了。听不懂吧？等一下。好好讲话。没有啦，英国腔。比较是的啊，他是会这样子，他对好像也一片叶子，然后飘飘飘飘飘，然后吃了一下，还敢乱抓，阳光之后就可以沉下去了。怎么回事？大家都在变装。他们。就是，哎，他有讲吗？我不知道。他好像会讲。酷家，他的时尚团队。哦、好酷哦！
台湾人对周星驰电影的台词都蛮熟的、啊，我不熟哎、欸，完全。你熟吗？一些些，你熟吗？我可能不是台湾人。等一下，我道歉。是台湾人支持。对，我们是台湾人支持的。哦哇，很漂亮哦，漂亮，师姐漂亮吗？是姐妹，我天哪！我就没有在看，就是可能看，但是那时候可能都是幼稚园吧。家里的人会一直讲。我是没有看啊，基本上，因为我们家也没有第四台可以看。啊，对。那我就没有看啊。可能有看过，但是就是那种一小段一小段。我只有看过《长江七号》。长江七号好好看哦。我是台湾人支持，我没有看过。你没有看过《长江七号》，你回家跟我看。我先不回家。等一下。好看嘞、欸，我觉得。好看没？妹妹都长大了。Was a great tribute to our dear friend, who shall never return. 然后就回来了。Sadly. So cruel. 哦，他第一次敬别人哎、欸。嗯、他要做一下表面、啊、他脑袋做的哦姐妹怎么了哇好可爱长江七号你没看怎么可以没有看爸爸数掉那怕哭惨对啊对肯哭啊长江七号我们看了超多次因为我们只有那边。Did you know? 好喜欢他。去看《长江七号》，很好看耶。Where is she? Did you just toast her there? 好好笑。他好酷哦，他有男生还是他是男生？其实谁？设计师。他是男生啊。他是男生。姐妹。现在那位男扮女装小妹，对啊，她现在超漂亮的。比较爱功夫跟少林足球，没有看的是《神秘马赛》。少林足球。晚安。剧情忘光了。看，嗨呀。他转移他的注意力，然后偷他的东西。他们之前不是扒手吗？超会偷，超强。所以那边的其他人都是他的助理？不是，什么？都是那个设计师邀请的嘉宾。啊，没有人看到他。他们不知道他长，只有他知道他是谁啊。OK。哦，对耶。嗨，不止华语圈红，连国外的人都一直对人看，可是我没有看啊。我就没有看。说好不踩脚趾。库伊拉是啥？你不知道库伊拉是啥？一零一中狗的那个库伊拉，一零一中狗的反派，然后他出了他的电影，他偷了他的嫂子。
怎么会不知道库伊拉是谁？对呀，二姐。哈？嗨。嗯，跟你嗨。嗨。只听哨音，哦，好乖，好乖。对啊。哇，因为哨子在他手上。对。嗯，他的狗是这样来的，酷哦。马路。在干嘛？好可爱。我在闻什么？哎，他闻我。他在闻。肉桂卷，应该是，应该是在这里哦。你在我哪里？很可爱哦。什么是人？你才不是人！看完这部戏，第一次喜欢迪士尼反派角色，怎么会第一次喜欢？黑魔女。对啊，这么多黑魔女，这么多好看的人类。黑魔女要出二了。真的、哦，我没看过一耶。我也没有。这里有 Disney， 可是就很漂亮啊！就很漂亮啊！因为我昨天前几天刚好看到那种五分钟的剧透，对，全看完了。对。哪有抛弃他？好，对，抛弃他。他认错了。对啊，我说他是假的。我说他是大姐啊。我知道。睡美人。哦，睡美人。睡美人里面他是反派啊，他算是。好漂亮，他好漂亮，好烦哦。讲话就很漂亮。是啊，你干嘛跟他一起道歉？哇 ！Oh my god！ 我考试看错了。他要自杀哦！同归于尽。全世界都看到了，吃瓜，好棒啊！看到了，你在装啊，你在装，继续装。Oh my god！再来再来，你再来，你再来。我天哪！哇！他贫血了。好尴尬呀。So I told you I died. Estella, that is.狗狗，嗨嗨，那里面谁？没有人，那里面。
A few things. Before she died, Estella willed her fortune to her dear friend, mm-hmm. Cruella de Vil. De Vil, wow, De Vil. Oh, 好帅哦！一点都不信，那是 Estella Parson. It's a trick. She's really Cruella. Cruella de Vil. It's spelled devil, but it's pronounced De Vil.Wait, I'll get even. The good thing about evil people is you can always trust them to do something. Well, evil. Estella would die like her mother did, but not quite. 好酷哦。A well-cut skirt is a lifesaver, girls. Remember that. 会不会看到他妈？不会，太久了吧？他是怎样变美人女？哈哈哈，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作为下一次出乌苏拉的电影，然后从他被推下去开始，肯定就会这样。所以才就变疯子，就是这样，是一个棒子。所以你怎么一直在看疯子洗白啊？吉英克斯啊！哦，吉英克斯好可爱哦，他很可爱。他为什么胖胖的人都是这种讨喜的角色？有没有你讨喜？我已经在蹭了，你还想蹭呢、啊？黑魔女二超好哭，已经出了吗？我不知道，已经出了吗？哦，连一都没有看哦。Hello， 晚安。变成他们的管家，什么？好棒哦，他有好多狗狗，成吉思汗。有一段时间了，哦，已经出了哎。Sorry， 没有在看。哇，没有关注的。没有关注。是小美人鱼，其实有第二集啊。So what now? 但是一直有看到他有小孩子，罗志祥回归了耶。对，适合吗？没有，他就是发了一首歌这样，这样可以吧？他也是艺人啊。可以了。但我猜你太乱讲话。好好看的，结束了。101中狗改编，这衣服真的是很恶心，很酷，很恶心。他从这个他变成101中狗，他感觉连接不上，他就笑起啊！我有点忘记101中狗在干嘛。他把狗101只狗他的衣服。他的衣服是狗皮大衣，然后就是刚刚那个那里，这边是今天的主题之夜，很厉害哇，很可爱哦 ，101。
道，我也觉得奥数的吉英克斯跟他游戏里面的他连接不上啊。但我觉得这个还好哎、欸。会连接不上吗？我觉得连接不上。结束。不一样。长不一样。个性不一样。很像啊，长不一样。就是。太小了，你出生。就是更小一点，游戏里面就是不知道在笑啥，笑什么。你只是刚好看到他的狂笑而已，可是他就是讲话没有很疯。妈，对，还没结束，好像对，看不懂的狗狗。黄哥，哎，他送人了。好，哎，看起来很好摸哎。是那两只吗？他们的小孩，就是主角，伊犁中狗的主角吗？他吗？那两只狗？是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伊犁中狗中有还一只黑的，多一只白的，太久了。那应该是吧。马路，好可爱哟、哦，马路。马路上班，影集会慢慢蜕变。对的。还好吧，对啊，超久以前。伊犁中狗是1961年的。对啊，哇，他比我还老，天哪！还有花木兰。It's okay。哎，花木兰我也没有听，我也没有看过。我也没有看，我动画也没有看，真人版也没有看，但据说真人版很糟。真的。讲英文的中国人。就是他把。里面好像有一个角色是什么李翔，李翔，没有李翔，没有李翔，对。你在看什么？然后也、哦、沒也没有木须龙，也没有那只龙，啊，李翔才是主角吧？哎、欸，没有啦，对不起，我开玩笑的。Beauty and the Beast。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来上班。什么？我不看，太不了。这个。对啊。他是谁？卡的夏天。花木兰只有动画，哎。还有其他。可以买东西。哎。哎。你想看吗？嗯。没有，那种粉嫩。我们只有看。懂吗 ？Hello， 大家。下一部没有了。所以你们有看《灵魂急转弯》吗？我有看过，好像听说很好哭、欸、有吗？哦，灵魂哦，灵魂没有。看，现在 ，right now， 现在打开。在你那里？什么？发什么？在干嘛 ？Disney 家只看过漫威的剧集，我跟。Luca。我想看，这个是音乐。然后卢卡的夏天是很可爱，卢卡的猫咪，卢卡，猫咪，跟鱼，跟鱼。我跟张爸爸说，我姐那边有 Disney 家可以看，我们可以去看酷伊啦。然后他就跟我说 ，Disney 家当然是要拿来看漫威啊。然后我们刚刚一打开 Disney 家，然后看到酷伊拉，他就说：“快点，酷伊拉，想怎样？是不能都看电视？想怎样？想怎样？骗人的鬼！骗人的鬼！脱稿玩家，好看，好看过，好看。为什么你看过了？电影院了。我呢？你台东哎、欸，妈的，包场哦，好吧。灵魂插堆，撤退。”抓过来！妈咪，好可爱！抓过来！我不会抓猫咪。抵不动，我不动。啊，对不起。
猫咪，猫咪飞走。脱稿超好笑，原来是好笑，好笑，好笑，也很好看。差一点打到你的点，你说哭点是不是也可以看，对，很放进去看，很好看。哇哦！怎么会打到你的点？我吗？你打到你可爱的点，我、哦、可爱的点，好哎、欸。可是那个也可以吧？我们刚刚讲的灵魂急转弯。猫很可爱，可是灵魂急转弯，他们会变那样。嗯、小智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比较可爱。我比较喜欢那个。没关系，我们可以躲开。是小美人鱼啦。哈哈。嗯，准备。Oh my god！ Oh my god！ 他进去了。灵魂小朋友看会觉得很无聊。我们这边没有小朋友，应该吧？刻画不够深。恭喜我，怎么了？上次没接。他是羊，叫凯特琳，凯特琳娜是羊。对，你好呆耶，天哪，好笨哦。他是赶鱼人耶，木鱼人，木鱼人。好失控哦，好幼稚哦，好烦哦。What？ 不。是你耶？什么意思？你就都这样子啊？怎样？我怎样子？装没事，然后慢慢走的。有的小朋友没有。现在是不算吧，妈路，他们在干嘛？好可爱的，卢卡，是卢卡吗？卢卡，好可爱，好可爱，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好突兀眼睛，也太酷了吧！一大堆 Daisy 成员，哦，哦对耶，对耶，嗯，我的那个叫什么？浪梦，我跟玲玲，跟小迪，跟思燕。跟卢卡，他在看你。我跟卢卡笨，谁？看谁？好可爱哦！看他，盯着点点地狱，加油！寻龙使者来！我想全看，超想看的。那是什么？嗯。很长啊。你有看过阿龙吗？有听过。你有看过阿龙吗？有，你给我看的。什么阿龙？那个日记啊，一个恐怖漫画。哦，有。三开也太多，
好像暗示到一个不行的日记。给你看。地震。里面机器人叫 B 宝。B 宝。这是什么？铁牛运工厂是什么？铁牛运工厂是什么？铁牛运工厂是什么？铁牛月工厂。铁牛运工厂。铁牛运工厂呢？是什么？铁牛运工厂。什么？广告吗？对啊。好可爱啊！他们自己弄自己。Hello， 家伙。阿龙。是走到隔壁没差不多啦，差不多好可爱看起来很好吃好像不觉得很像你弟吗是觉得很像你弟吗？哪一个？石家老二，左边那个，好可爱，这个很像吗？可是老二现在长得跟老大一样，小时候，甜甜，然后再哭这样。等一下，好像啊。何に見てるの？ルカの夏。这是谁啊？皮克斯の。迪士尼啊。还好还有室友可以确认我的存活，他们才不会确认嘞。マルにあったのあった。遠いな。よろしく言ってくれましたか。等一下。两罐八百。我要去退货。而且还送了小包的、小条的试用包跟一个袋子跟。个小毛巾，精华液，四千块。因为他用振兴券的话，可以再折200。给你看他的迷你小赠品。蛮可爱的，哎、欸，但是我有那一罐，左边那，还有超多小小的试用包，还有那个毛巾，没有毛巾，有刷具，跟刷具，但穿上没有，所以就送这个袋子。这个比较可爱，我们拿到一个帆布袋，然后粉红色的。太凶贵，哪有凶？他问我说，他跟我说，我们的生
去煮寿丸了，你可以接受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说，所以我除了这个还可以选其他的吗？他就说没有，你只能选这个，因为只剩这个。然后就说，那我除了可以，他就说那我也只能接受啊。对，他就说你可以接受吗？然后我就，好可爱呀。你明天很可以很早下课，明天只要看六个波片，就是一轮就看完了，对，大概五分钟下课，我不知道，可能两点吧，很早哎，会，我会，会去，我要去，我得去，不。两个人哦，他可以两个，他可以，对啊，他就是，因为总之就是500块，然后一个150，250，所以我们要去5个小时。在那边拒绝，我要下班了，人，我要去吃晚餐。我们还没有吃晚餐，都真饿的死。大家，明天也是马路，明天也是美好的一天。明天好惨。好的，大家晚安。你吃饭卷，哈？你就吃饭卷。没有人被我接受过的，是的。You promise？ 你们是这个礼拜搞业绩？对啊。所以你们明天彩排。他怎么写信给他妈？他说他妈，他妈叫他每天要写信给他。就写、啊。他怕水变暖。他也可以摇回去啊。房子可以上岸哦。对啊。然后泡水已经暖气。我要下班了，姐姐拜拜。回到家都买好了，你就再买一个。凉了了。饭卷怎么够你吃，对吧？应该要 A1 走的。太贪心了吧？又不是之前古老年代可以这样子取。每天写信给我啊，牛熊你也要啊。哇，可爱！有人截了绝剑，好可爱！哎，我也有这个贴图，为什么？突然想到，都没在用。字太丑了。哎、欸，R6，你的字真的大，没有啦，没有。在座的大家都有。每天，我会每天去检查。每天去公司检查我的礼物了。我要下班了，好过分。考虑大家晚安嘞，拜拜。收到了。我没有说，是杨雄，是杨雄说的、欸，是林果说的哎、欸。他们哭了。哎，为什么？他们哭了的话，他们的眼睛会有两条蓝蓝。对啊。为什么他走了？什么意思？再不看了，他送他去上学。哦，怎么？应该干了吧，风很大。这是个非常不舒服的天气。刚不是要每天写信给妈妈？卡通 ，The End。谁是卡奇可以？非爱，他才不是。啊，念，
念乌龟五个，好可爱哦。因为很少，有吗？还是四个？还是五个？五个，四个，嗯。市民是剑骨，谢谢剑骨。你剑名是 YC， 谢谢 YC。第八名是 Sky， 谢谢 Sky。都不在啊。第七名是睡睡，谢谢睡睡。第六名是博晨，谢谢博晨。第五名是经验，谢谢经验。干嘛？第四名是阿六，谢谢阿六。阿公。哦，我的妈呀！我的妈呀！第三名是哈柳，谢谢哈柳。哦，玉超，我眼睛是分开的吗？请问？眼睛就都有点分开啊。第二名是玉超，谢谢玉超。第一名是勇哥，谢谢勇哥。嗯，很不棒，谢谢哦。我没看到 ，Hello， 买它，快下班，大家拜拜，大家晚安，大家拜拜，买它，拜拜 ，Mondays， 啊，啊，你直接扒我，又在留情，大家拜拜。Ecco il tuo nome.